但是我想说 ，very easy accessible 就来这边，很简单。第二个呢，我所讲到的，第一个呢最主要的，我们就是有大自然的，是 setting 已经做好的给我们。就说你看一下，我们后面就是有观浪溪，整个大自然的地方。而且我们照在这边，我们的海拔呢大概是500尺高，所以说呢，在下阳下山的时候。早上或是傍晚的话呢，是很凉爽的，不像金马湖这样，可能是说再高一点呢，在后面那边呢，大概就有800尺高，这样。所以说有很好的大自然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讲到农业，我们呢，你看一下，我刚才所讲的西部呢就是海洋，我们东部呢就有很多后面的，就是说我们哥伦比亚。我们的中部、中后、中部，他们种着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。这样情形呢，我就讲了怎么来开发一个就是农民四季在这边。农民四季呢，就是说他们能够呢推广种着多产品来下到这边不会不够，然后呢我们就去分销去各个地方，所以说省了很多我接近的钱，我接近运费。还有第二个就是布吉布杜斯呢，最早就是说我们布吉布杜斯介绍呢，这个是属于旧路布吉布杜斯，为什么他会开个新路呢？布吉布杜斯，而且这个旧路呢可以登上去，好像个绕马包这样，大概整10个公里，我看超过10个公里了，一个回来一个圈，大概我们接进去的一个村子转下来的，整个是大自然的，我可以讲说，假如说是旅游。我们推动呢，旅游来讲呢，讲到旅游来讲呢，感觉我非常想加进去的是说，我们就好像是 Little Cameron Highland 这样的，进马伦家，他能够去推动了，再往上去呢，很有历史价值。我们四个酋长都是在这东部的，包括我们的啊杨丹都是在东部里面，所以我这样说，潜能的发展呢，我所讲的就是由你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潜能。就是说，啊，我们的大翁先生他在这边，他看，我说你来看，看一下有什么潜能，啊，可以去发挥的。在我这边的方面呢，我在旅游界的方面呢，我可以引，就是说可以的，看一下你们有什么 proposal， 就是要种植榴莲，或者是怎么生产榴莲，或者什么东西呢？我可以呢跟他们谈谈一下，要什么地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啊，那是其中的，不管是 promise 啊，我可以的协助这个方面。还有其他什么生物生意能够在这个发挥的发展的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呢，就是说，那就比如我这个不断三章呢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啊阿瑞想的，他起源呢，意思的是说财富啊顺顺来，健康顺顺来了啊，那个是他所讲的心意，是吧？不过呢，我可以讲的是说我这个整40亩地呢。本身呢一个启动了的，就是说我们有执照，就是 license to be trained， 就是说我们已经有预备的 license to be trained， 就是说你看一下，有我们有这边有的 license 来讲，比如说有卡拉 OK 啊，有啊，我有 license 了的，整几十亩地他也给我 license 了的 ，OK， 还有 keyboard license，keyboard license 的我们也是有，还有的 tradition massage， 就是说。我们的 massage 都有来证的，我包括呢，上次我的回答到呢，酒的来证，酒啊 A 来证有啊，2年后我给回他，因为我不是去做酒，啊，他酒的来证，他说现在呢有个人跟我讲，哎 Alex， 你知道那个酒的来证你不丢啊，1 million 啊，现在真的，哇，我吓一跳，1 million， 把他讲笑话了，所以说我商机方面呢，我看你们有什么商机。就是说我可以的是配合啊，最好呢我请呢 Louis 呢 Louis Executor 他看怎么情形协助，或者大家看有什么好的商机大家来谈谈，我是希望这边打斗好看什么情形来大家融资在一起，现在的社会来讲都是以融资或者是合作方面的，
没有不打战斗了，都不是我们那年代。我八十五年代的时候讲个农民的故事，你们知道，那时候是整个东门去打战的，那个时候是最辛苦。现在不同了，政策资讯很发达，所以说呢，不同了现在。所以说，我谢谢大家，你们到了这边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